2021热气球嘉年华的细流体验终于在池上乡登场了。而为了慰劳防疫期间医护人员的辛劳，提供了免费搭乘热气球细流体验的票券，只要是天气状况许可之下都能够飞行，医护人员就能够向池上乡公所来兑换票券，登上热气球。一颗颗绚丽夺目又壮观的热气球矗立在池上台塘牧场的草皮，历经了疫情以及连日的风雨，台东乡亲们期待已久的热气球细流体验总算登场了。而为了感谢医护人员在防疫期间的辛劳，推出免费细流体验，邀请站在防疫前线的医护人员搭乘热气球。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哈，那个防疫的人员哈，我们公所都有提供这样一张体验票哈，那早上下午如果天气好就可以来免费体验，大家都很兴奋哇！这是在池上第一次办理这个细流活动，非常好，非常高兴。对于活动过程，乡长也强调会依照防疫标准来严格控管，请台东民众放心搭乘。户外100人嘛，那他就是轮流这样来做哈，每次大概30个人这样，所以有达到防疫的标准这样。今年度的热气球细流体验只开放给台东乡亲，想要搭上热气球的外地游客只好期待下次了。虽说如此，在疫情趋缓之际，还是有外地球迷来到活动现场观赏，参与一年一度的热气球嘉年华。而想要搭上热气球做细流体验的民众，可以在线上预购，或者每天上午5点半及下午5点现场购票。而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也别忘了向池上乡公所兑换票券，免费搭乘热气球。记者安启伦，池上乡报道。